真的是每天都是八九万这样子。嗯，身边的我都有听到说都有人确诊。对，我现在我真是最怕小孩子有确诊。彰化县5岁到11岁的小朋友总共有73000人。那在上一波莫德纳我们注射的过程中就占了22%。那还有我们57600多个孩童还没有打疫苗。那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总共被分发了有48500剂哈。那这个部分呢，目前呢可以打到大概有80%的一个量哈。那依照现在的预约，我们目前的状况来的报到率大概是在99%，所以只要不超过85%以上，目前的疫苗是上足。但是预估这一波应该是会超过80%多以上的这个施打率啊，所以说我们这个不足，我们会再跟中央继续争取。